我们来到了文化路这一间，署名叫做行阿来的哦，这个一种英国式的老板，我们后来吃了这个馄饨面之后，又把它加了六颗馄饨干的，它叫做黑什么？那加一点红油了，变红油抄手了，哦，非常之赞啊！然后因为今天吃那个虾仁烧麦，它目前这边已经卖完了，所以我们就是大概吃了里面人家他们那个妹推荐的那叫什么烧馄饨面啊，我变食了袂歹，佫加六粒。我这头先烧的时阵，你也甲分者，人讲爱食米粉，爱咧化烧，较袂落哦。食啊足销魂的，销魂说销魂，你妈有咧直播，你妈直播的人。先试一下水温的。足香嘞，足好食，食气氛，食口味，真正赞。我过去我刚一来，有用迄、有用那个笋干下去熬，有吃到笋干的味道，足爽。